2020到目前为止哦，当然经过了很多的大风大浪，但是的确也有人在这个浪头当中站稳脚步的。我们要请汉城评审来帮我们颁发奖项。对，其实过去啊，从这个产业来看的话，可以看得到说，不管是5G 也好，不管是手机也好，不管是这个 AI 也好，就是大家认为的，在市场上都会最受欢迎的，所以产业前景也最看好。可是过去这一季不一样哦，改变了很多人的一个看法。所以这个奖项是什么？要让大家看清楚最新的产业的一个趋势，叫做什么？最佳季度产业奖。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还在录哦，我们还在录影哦，在谈哦，这个未来一年这个最风光、最这个大家最看好的产业，不是 AI 啦，就是5G 啦哦，这种物联网大家都可以想得到未来的发展，没想到疫情一打乱，哎，风水轮流转，对，一定都是5G 啊，5G 什么要发展啊，要建制啊，都很好。你看过去这一段时间5G 的股票等啊，当当都跌下来，很多股票被断头，跌了一半都有啊。所以产业到底好不好？欸，不是他们不好哦，只是说要短期的逆风。所以如果说以股票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到第三季之后，欸，这个发展应该都还是会正面的，而且它会呈现一个 V 型反转上来哦，嗯。可是第一季度来讲不一样哦，我们来看一下入围的有谁。好，入围的有第一个工位产业。哎呀，这个太具名形象了，欸，對對對，大家以前都可能都没有听过什么叫工位产业啊，什么是工位产业是什么啊？卫生教育这一部分，公共卫生教育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得奖？哦，来，第二个入围的是什么？入围的有防疫产业。哎呀，这个角逐的也太重量级了。对对 对， 對，防疫产业，你看过去这一段时间，防疫产业刚刚提到了，哪一档股票不是都涨了一倍两倍的，比比皆是。那这一个产业是不是也可以入围，也可以得奖？而且贡献度非常大。哦，对对，在这第一季度来讲的话，其实都是逆势往上攀升的，哦。入围的第三个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三个哪一个产业 ？CIS 感测产业。哎，嗯，刚刚提到的热印就是属于 CIS 感测产业，因为它在温枪、温枪甚至温控仪这一块都需要用到 CIS。所以你看过去这段时间哦，其实在初期的阶段，原相股价都在创新高。不只是搭上 CIS 的产业，还搭上游戏机的一个产业，因为听说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游戏机啊，卖到缺货缺翻了，你要买都买不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躲在家里玩游戏，所以 CIS 产业来讲，哎，好像也蛮热的。所以这三个产业来讲，入围的，那得奖的会是谁？所以你真的很难想象，比如说像是口罩，以前一盒50个猜。50块钱要不要50-60块？现在一个就要卖至少5块，我们还算卖的便宜的，其他国家更贵哈。那你说这个 CIS 感测产业，你怎么会想得到额温枪有一天居然也会缺货？对，因为缺货，然后里面的元件连感测，它比如说额温枪在这个 BBB 里面要感测元件，那个零组件现在也是大缺货，欸，汉威。没有错哦，那是因为全民交，刚刚小玉其实有提到，在欧洲真的一块口罩。连这个前线的防疫人员都买不到，说一万块，不过他们也不太想带就是了。是，然后讲到他们的这个首相都还落泪啊，副首相，然后没有钱，有钱都买不到口罩，所以我想这个全民骄傲，我会猜好这个防疫产业哦，这一次的防疫哦，真的让全民感觉到我们是世界上面的骄傲，因为我们有很坚强的这个产业在支持着我们。欸，不过我想请问一下评审，所谓的防疫产业，我们想到的是这个防疫的这个概念，做口罩啦，做设备的这些厂商。那工位产业代表的，它有就是公共卫生相关的知识，以及所谓的所学的东西，可以贡献到这个社会上面。欸，那我觉得台湾人这一次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经历之后，真的多了很多公共卫生的知识。对，没有错。所以得奖的是谁？好，我们来看得奖的是这次得奖的 A， 汉威没猜到了，哎，公卫产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部长叫卫福部的部长叫陈时中，我们的指挥官。对，我们的指挥官，他把这个公卫产业啊，真的是从这个所谓的18层地狱底下，压根子桌面底下把它抬上来啊，认为公卫产业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他这次的实行，把所有所学的东西都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在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应用上来，使得啊。
这个啊，网路的声量竟然比柯市长还大，超过33.2倍耶！哇，这个比政治人物还要高，那你就觉得说，哎，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哎，好像不错哦。你知道以前啊，会去读公卫的、公共卫生教育的大学里面会开的。这样系所的其实也不多，会去读的也不多，它不是一个很热门的。对，那谁才会去读？就是为了要读这个学校的人才去读的。哦、所以很多都是这样子，可是这次会不一样了，反而在这个事情上面来讲的话，让工位产业真的在市场上来讲的话，可以有一个发光能见度，因为我们一个陈时中部长把这个产业给发光上来了，所以大家哎，这个工位产业来讲，真的是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现在全台湾人哦，每天呢、哦、这个最按时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陈时中部长讲话、哦、每天要听他发布，就算是发布疫情也好，但是依照他娓娓道来，然后不厌其烦的回答现场所有记者的问题，为的就是要安抚台湾人的心、哦、所以陈时中指挥官其实他以前是一个牙医生，但是他在推动这种工位产业，还有依照他个性非常的能够协调大家所有不同的意见，你没有看过他发脾气啊，或者是这个怒骂，甚至他就是希望能够把全国人民哦这个不安的情绪，或是有任何疑点，甚至他也说了，把他们这个政府部门没有想到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反映他们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做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全球各国，其实大家现在都面临这样的状况，大家也是一步一步的在防堵疫情，希望能够把病菌消灭。不过当然也是因为疫情的冲击，所以全世界的产业在变动，全世界的价格在变动，连商品也翻了好几番。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汉威评审来帮我们颁发一下，因为这一次的确有很多的价格因为疫情而出现了做大怒神，咻一下降下来，降很多的酒精。对啊、那当然就像小玉讲，我们也为什么做这个金虾奖，我们希望在大家苦闷之际啊，带给大家一点小确幸。有很多的这个价格下来，对我们来讲，当然对股市来讲不是好事啊，但对一般民间生活来讲，有时候它是一个小确幸。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谁入围哈，最佳降幅哦，最瞎的哦，国际油价，这个我觉得他是故意来闹的，明明就爆发疫情，然后他还要这个为了油在打这个价格战，但是啊，小确幸。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开车族啊，本来加92的，对啊，改加95了，现在说哇，直接加98好了，92可不可以加98？现在加油加馒头很便宜、啊。是是是，所以这个专业人士，你可以在我们脸书下面回应一下，92、95、98有没有什么可以加，可不可以跳着加？因为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我以前车98好贵、还真没有想过。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就一点点小确，现在加油真的是很便宜。搞得大家好像说电动车不想买，说现在油价那么便宜，不一样嘛，油价还是会涨涨跌跌哈。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国际股市啊，当然这个降幅哈是恐怖啦啊，让我们有这个金虾奖可以来做一做。但有没有小确幸哈？没有，除非你是买反向的哈。但是买债券的人就有了，因为国际股市刚开始在跌的时候，跟债券市场形成一个抗衡。可是后来债券的价格也开始也是跟着跌，黄金也跟着跌，就因为。说难听点，大家看不起，能卖就先卖，哦，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最后一个是什么？最佳降幅，就是这个 feed 哦。我讲这个最瞎降幅，就是降不下去的那个，就是最后得奖者已经降到零啦，怎么降？这你猜猜看哈，哪一个是降？再怎么降不会降下去？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那汉总，我们应该不用选了吧？对啊，不就是美国利率了吗？不过其实啊，如果是我选我会选国际油价。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有一天。跌幅31%，哦，这个跌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真的这让人家为之啊惊恐的部分，所以如果说等一下汉威公布的是美国利率的话，我们可以把油价封为遗珠之憾就对了。好，来评审请公布。对啊，这个油价果然是遗珠之憾啊。为什么？因为我的房贷压力比加油压力还大，所以美国一降，台湾就更降了，而且现在政府出来为了要帮助我们这些房贷主，说你银行一定要降哦，对不对？你一定要降千万元以下的这个利率哦，至少要达到降幅多少哦？说的我们不是羡慕，没有啦，我们只是心中的话。如果真的哈可以降到零，不用讲利息的话，哦，那个房子等于不行啊。这个存股族、存在银行的人
会哭，会哭啦哈，对，所以不好啦哈，但是就是一个小确幸啊，就是说凡事都有两面啊，你降太多，就像刚刚小玉讲，不一定是好事，但是降了一点，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小确幸。对，好，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哦，这个进入最后高潮了，到底2020年第一季的金沙奖最后奖落谁家，我们马上来公布。